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恩。芥末大师从之后的欧米茄，如果你觉得很帅的话呢，请帮我们影片点个喜欢。哪次改动呢？看起来好像有点多，但别担心啊，看完你就会了。基本上它跟原本的欧米茄是大同小异的。我们从被动开始哦，被动的是每隔六秒，我们的右手呢会强化成黄金右手，普攻会附带冲锋效果，造成额外的伤害，而且呢能够晕眩防御塔两秒，每六秒一次。接下来一技能更简单，开启中路后的护盾加速，而且呢我们只要穿过敌方英雄，碰到他呢会自动击飞啊，不用停下来按普攻，只要碰到他穿过他就能够击飞，整体的操作呢变得更加流畅。接下来二技能也是我们主要的新的玩法，开启二技能呢获得五个小飞碟环绕着我们自身，有点像艾瑞。如果小飞碟碰到敌方三次呢同一个英雄的话，会造成缓速。如果五次都碰到同一个英雄呢，会释放一个大范围的强化斩，并且呢造成晕眩，范围晕眩。所以啊，我们的操作点在于如何让我们二技能的小飞碟连续命中同一个目标，命中三次缓速，五次晕眩。最后我们的大招看起来好像很酷炫呢，但其实并不会啊，它只是一个不停的击退，造成小幅的伤害。而且呢，如果目标离我们太远的话，可以挡下普通攻击，比如远程伤害。当时我们实际测试的话，那个击退效果没那么理想了。只要敌方的跑速快一点呢，或者有买魔方鞋，可以轻易的走开。而且啊，如果敌方比如悟空、近战英雄离我们太近的话呢，普攻还是可以打到我们。大招最大的用途呢，就是稍微的用来让敌方觉得很烦哦，让敌方要不停的走位。他没有 OP 刀呢，可以直接把敌方推回来。前期的时候呢，可以欺负一些没有魔方鞋的英雄，还有就是一些没有位移的英雄。比如阿兹凯啊之类的，这改动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以上是我们的技能介绍，看得出来呢，它的技能虽然有改变哦，模型也改变，但是跟原本的欧米茄呢是相差不远的。它还是一样有晕塔，只不过呢晕塔在我们的黄金右手，所以我们的黄金右手已经发光了。这样子呢，我们下个普攻会冲锋范围伤害，而且能够晕防御塔两秒。实际测试下来呢，我们在铁斧没有 LE 了，所以呢前期没那么坦。如果在台服呢前面有坦的 LE， 我觉得他应该跟台服一样恶心。而且呢他有一个操作点，就是一技能可以不停的释放哦，这样子我们一直有护盾、有加速、跑得很快的坦克，敌方最麻烦。这样子呢我们还可以不停的看视野、探草，确保我们队友呢没有问题。召唤师技能我们这一场大概是瞬移啊。本来呢我是想要顺过去把敌方推回来，后来发现呢是我想太多了，带疾走会比较好一点。疾走搭配一技能呢，敌方应该会觉得很恐怖，而且疾走搭配我们大招也很好玩。这场啊玩一玩之后呢，我们队友就挂机了，比较可惜。而且我们的阵容呢有两只射手，一只法师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大男。辅助装呢可以自由的切换哦。前期我喜欢用破灭，额外的伤害确保留人，还有缓速效果使用。后期的话呢，我们切换成看视野，通常都是用看视野。那不幸被敌方晕到，后来送出我们生命。看视野搭配我们一技能呢，是一个贪视野的神教啊，欧米教。我觉得他需要台服呢，也会很好玩。不管好不好玩呢，至少他已经摔过了。那最让我们大招的推。前面敌方没有魔方鞋，跑速不快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操作一下把敌方推回来。比较麻烦的是呢，我们的二技能，二技能要命中五次呢才会有晕眩。现在的控制呢没有以前那么控了，一技能的击飞呢也算小击飞。这个英雄呢，不管是保牌还是抓人都可以。当然辅助最重要的看视野，我们一直强调，他也是看视野的神教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上次台辅之后，我们也喜欢他。最近我们玩了好多辅助哦，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看。在这部影片发布的同一天呢，我们 IG 也 PO 了一些辅助的战绩。这个版本呢，辅助真的很好上分，辅助也决定了游戏的胜负哦。从前期的风向、中期的团战，还有后期的游戏结束。反而我们玩法师的影响力没那么大。举例来说，我们玩一个沙雕，前面五个头、十个头。可是呢，如果队友不推塔的话，我们是怎样都赢不了的。那最大我们大招在人群中的演示，可以让敌方很烦呢、啊。
没办法专心的连招，专心的普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用途。如果你想真的把敌方直接推到我们家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它有点比想象中的脆皮啊。欧米伽唯一硬的地方呢，就是一技能的护盾，可是这护盾实在有点少，大概一格都不到，一格1000血。所以呢，如果欧米伽被集火的话，还是会爆炸的。装备的话，推荐出坦装。坦装呢，其实很自由的。像敌方如果前面是奇厄啊、潘英啊，就是三宁或者德鲁伊。如果敌方是物攻比较多的话，就出乌防。宝子招出来，留着他。OK， 留人能力没有想象中的好。留人能力，我们刚一干呢，直接击飞他之后，就在他后面用大招把他推回来。不然呢，我们的击飞时间实在太短了。晕眩呢也比较难，五次都命中。除非敌方是站在原地跟我们单挑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村长他操作的点，虽然跑速提升了，可是欧米茄还是很吃。走位，本身的走位也是很吃的。那大家觉得这个叫欧米茄还是欧米茄？好像 Google 翻译呢，两个都可以。那尽量把我们的射手，已经尽量帮他挡棒子了，敲一敲呢还是痛到不行。这个游戏目前来说呢，对坦克还是不友善的，已经过了坦克的版本。自从以前射手版本之后呢，就每个人打坦都很痛。基本上只要天丛云或者混沌法杖出来，我们就会很难受。自从呢，我们判断一下，比较会玩的就是兰多。图伦虽然会杀人，可是自己也很会死哦。而我们的打野呢，他有点怪怪的，时不时就像现在一样原地呱唧发呆。加上呢，我们的艾米莉也已经呱唧了，这场实在有点麻烦。非常残血的拉开。那虽然欧米伽比较脆皮呢，但一技能的加速还是很好用。这边敌方后期很强哦，史兰兹跟雅莲还有悟空，三只后期神角。我们留着他，留到我们兰多来。OK， 救救我们兰多。雅莲交够位移，已经没位移了，把他击飞，连着他。黄金右手，黄金右手每6秒一次。还能够晕防御他。那欧米伽这造型这么帅呢？这个原本的皮肤就这么帅，他的造型呢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了，让人有点期待。你看我们这个大招那么多剑，感觉出造型呢也会很费功夫哦。我感觉呢，欧米伽除了玩辅助之外呢，应该还是可以玩战士。玩战士的话呢，就是分推脚了。单挑的话呢，不一定强，可是敌方很难把我们杀死，就是。毕竟要逃命能力呢很优秀啊。你这小飞机呢，如果会像图伦一样电能，会更好玩。希望他能够跟图伦一样飞着去。发挥我们的高跑速，看视野。游戏已经拖到非常后期了，我们已经撑了很久。可惜的是呢，就算我们能够打赢团战，也没办法退塔。毕竟我们英雄呢都是两只射手，一只法师。但我们发现呢，射手法师太多也不好。如果啊，其中一个射手变成战士的话，我们会容易打很多。OK， 惨到不行的残血，这个完全是锁血了。回家补个状态。同一时间呢，上路有一大堆兵线哦，这边有点麻烦。那这里算我的失误哦。本来我们大招的描述是说免疫物理攻击，结果呢猴子离我们太近，根本就免疫不了。这边游戏应该是结束了。那可惜二点了，这过程中呢，我们也打赢了好多波团战。只不过我们的阵容的关系呢，而且还有个人挂机，实在无法推出去。那以上就是我带来虫之后的全新欧米伽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喜欢影片记得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可以考虑订阅。
倒是三恩之后呢，我们开发更多的玩法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